抢吧，重抢从吧。抢吗？来，队长准备，来，三二一，抢麦。别打强队就行。来三枪，4打10，这把报仇。577。577，罗浩，浩南。不是在这儿吗？OK，对面还有个谁？还有个四南哥，这把我拿出比赛的态度了，南哥，我不摆了。你上把赢了吗？我上把光速欢声笑语的被2-0了。上把我们打了，我看了我看了，差点打八张图。我看了我看了，我在学打谁习，我在一直切着你的视角学习呢。十天。看我马枪啊！但你的动作是对的呀。怎么打几天？10天啊。10天，罗浩577。我操，577。没事，我比赛态度，比赛态度，我不摆，没绿豆就行。没事，有阿头，有宝宝，是吧？有头，我们三个干将，你老六再加个狙，我操，无敌！只要气氛到位，没有赢不了的，是不是？逼的，可以。另外一个是，这把认真。当宝宝选我的时候，然后我的直播间有人说，你这把没了，上宝宝车了。我们图二选什么？地图一啥？供电所图二什么？我们选什么？办的啥？我办的潜艇。对面的时候打供电，还挺厉害的。图二啥？图二问天荒呗，我们天荒没输过。好好好，我问天荒，天荒选什么？你选。你问狙问狙，要不然问狙，要不然问突破，要不然问狙。问我这老六没用，我单打多少六？你们选，你们选。突破加维选什么？还是撒谎，他加维这个时候装不在线，太狠。翻吧台，翻吧台。他刚说好的上厕所去。那我们选一张呗，随便选一张。石头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石头选什么石头？我看你们吧。又装不在线。看我的不行，就黑色，黑他。黑色能行吗？我黑色不太行啊。你问荒子的。天荒的怎么讲？我上把还行，下把不一定。好好好，黑色黑色。黑色石头也猛。你们选。那问嘉伟吧，我记得嘉伟好不想。我刚来。哎，嘉伟来了，问嘉伟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刚来咋了？咋了？黑色可以吗？图二黑色可以吗？图二吗？对对对。行，你有啥别的想法你可以说。不，他第一组选的啥呀？充电所。充电所。我们啊，没事，能干能干，我反正认真玩。好。第一把选出来，我就知道要输了。气氛不对。因为有绿豆的。98，主要咱没指挥第一把。第一把，我指挥啊，但是卡不住点呀，我都不知道别人要做什么，卡不住啊。没办法，还是昨天打的舒服。我跟你去清币，我说 A 点绝对要探，是吧？然后 A 点探我不死 ，A 点一探我不死。没事，这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我们这加一小城，可以可以。我们打不到他们，直接跟2-0他们，拿住。我们干将，全干将，猛猛干。全是干将，全是干将，李思南指挥啊。我听你指挥，今天听你指挥吧。李思南，李思南，我李思南指挥老师，真的，我跟李思南玩，李思南指挥无敌的。